AK Anson Low Eden 姜涛 Ian 阿 Jack 今日为十二月举行嘅音乐会宣传，而音乐会亦都宣布加开一场。对于今次嘅合作，佢哋又有啲咩期望呢？我好期待我哋六个人有啲咩可以一齐唱嘅歌咯。Mirror 咧，如果要睇跳唱，系睇我哋十二个人系咪先 ？Yes， 所以咧就应该要夹嗱，谂啲同跳唱又唔关事，有啲新鲜感。如果两个人一组，你自己会想边个？我想 Anson Low 同 Eden 一组。哇！系咁啊，大家都中意睇呢个组合。虽然而家距离演唱会仲有两个月，但好早之前门票咧就已经开始出现炒卖嘅情况。但系买飞嗰方面，真系希望大家唔好炒价啦，亦都唔好买黄牛啦，咁就遵从翻正确嘅途径去换飞去买飞，咁啊最好啦。最近 Mirror 成员分别推出新歌 ，Eden 嘅新歌出咗唔够两日，点击率咧就已经超过80万，而姜涛蒙着嘴说爱你出咗一年，点击率咧更加突破咗1000万添。其实过去咗嘅成绩，其实本身自己真系唔系话太去 care 嗰啲嘢，一嚟好多谢大家帮我哋达成呢个目标，但系二嚟都希望大家着重翻我哋未来嘅作品。而 Mirror 面对外界好多唔同嘅批评，今次演唱会又会唔会造成压力呢？所有嘅意见我哋都会接纳去听嘅，咁我哋就正面去回应佢，咁啊再努力啲，再俾多啲心机，希望十二月嘅 show 度可以俾到大家我哋见到我哋嘅进步啦。如果我哋今次做得唔好，我哋下次会更加好，一定呢个系我哋一路以嚟表演 promise 嘅嘢咯。